是我的话，你在一个台风天的早上，爬到海边的一个灯塔上，去到小鸟躲藏的地方，把熟睡中的小鸟一个一个的打在头上，一只只的塞进背包里。回来时雨下得很大，背包滴着一滴滴的血，指引大家去你家喝汤。方向有什么不一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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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你是我的话，我带你去一个蛮荒，有一个高贵的民族在举行一个仪式，在两个虚无之间，好像有个女人在喊叫，她弯曲着身体，旁边的人都在欢呼狂笑。我再靠近一点，看到的不是一个女人，而是一个大问号。气氛实在是太热烈了，他们像蜡烛一样慢慢的融化，聚成一条小河，往水沟里钻。他们的方向在下面，他们的方向在下面，他们的方向在下面，赞，他们方向在下面。如果你信我的话，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，我昨天去看了精神科医生，他说我没什么问题，只是记忆力不晓得是太好还是太差，常常把几天前做的梦跟今天的事搅在一起。我跟他说，中国人啦，几十年来就换一个朝代了，南唐北宋，左倾右楚，哪有什么不一样？方向还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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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样？如果你是我的话，你在一个台风天的早上，爬到海边的一个灯塔上，去到小鸟躲藏的地方，把熟睡中的小鸟一棍一个的打在头上，一只只的塞进背包里。回来时雨下得很大，背包滴着一滴一滴的血，指引大家去你家喝汤。他们的方向在下面，左边，左边，他们的方向在下面，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在这边。他们的方向在下面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他们的方向在下面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方向在下面，右边。他们的方向在下面，方向有什么不一样？是啊。方向在下面，方向有什么不一样？方向在下面。